固态的西方国家绕墙以下，其中穷下相互交流，按照沙龙。不过，客家系讲多多文言沙龙，如果系牛鹅嘅亲戚呢？阿会福已经搬出宣布，将会举办为期一年，总共有36场嘅参详沙龙论坛，绕墙各界著名嘅人，用客家思想来探讨艺术、文化、视察一个种嘅议题。同时也会开放出播，希望做得少很难度的意见，为客家妇女复兴带来很难度的可能。按当年托家比唐都讲客家，一枪头17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底下，沙龙也显现出文化思想的形式。客家期盼参详沙龙论坛2015正式开始，各场都用客家观点来讨论艺术、文学、农业、地方创新一等议题。按说会办36场，希望大帮大家向下来讨论交流，来带动新嘅客家文艺复兴。啊，想要得到一个共识、共同的工作，你主要用参详那种观念，交换意见哈，对于思考的方向，对于做事情的方式哈，大家在一种开放性的立场之下，一步一步得到一个方向。客委会推动客家文艺复兴，既然有一段时间呢。不过客委会主委杨崇正表示，今年每年客家文艺复兴，不但请一班音乐会、台戏也得，重要嘅系要同民众有卡多交流。再由客家共同坐下来机会来去看待，本来你对客家过对安尼客家文化都有新的想象。俺个希望吼，一个东西唔系用这种人头费、毛球这种个硬式的一种方式吼来举行。一个那个重要事情，所以他个坐下来，俺个好好来讲，好好谈，好好提出各自的意见。杨崇正表示，实体沙龙论坛会邀请各界代表参加，未同铺开放直播，本民众向下来讨论。不过前面不是杨结果，而结局的时间一下都无法度预料上诶。下个新闻，林伯君、傅凡之台北报道。